嗨，我现在在巴哈马。中国的朋友们，我的家人们，你们有空一定要来这儿看一看，因为这边的海水、这边的蓝天非常的迷人。然后我从这边，然后跟80几个佳丽们，然后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而且也令我非常的难忘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把巴哈马跟巴拿马继续混下去了。因为巴哈马实在是太迷人了，我觉得它应该比巴拿马要更加迷人。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这儿玩一玩，然后带上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家人，一起度过一个美妙的暑假、寒假都可以。希望我的家人们不要为我担心，因为从这边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跟80几个国家的佳丽们，可以学到他们身上很多的优点，然后也可以把自己会的中文教给他们，他们可是非常开心哦。要记得现在中国可是大热哦，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在这边的比赛的进程，谢谢。